Hello， 嗨，大家好。我依家喺波士顿啊，其实波士顿喺市中心差唔多坐巴士十分钟左右啫，十分钟左右。佢系山顶，跟住佢嘅感觉俾我有少似企鹅嘅棚镇啦。跟住其实我身后边就系呢种好好典型嘅，梗有啦。你去澳洲、纽西兰 Harbour Bridge。我想佢抽食啲，或者係我去到食啲啊，有唔知有冇嘅就 OK。你咪非常之多謝要多謝另一個爸爸上帝嘅祝福，我嘅今年嘅 AHA trip 搞掂咗，所有嘅回憶非常之開心。如果你問我奧克蘭，我應該不會再嚟啦。如果係講你要聊紐西蘭，我覺得如果要平，睇紐西蘭之美，我建議去沙艾倫先。沙艾倫會值得啲，靚啲。And then 搞掂啦，今年嘅 trip 搞掂啦，明年未有 any 打算。我非常之期待嘅就係下個月嘅。ANA 787 Dreamliner， 我第一次做 Dreamliner， 非常之期待。OK， 啦，我哋温哥華見，拜拜。